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反映吗？如果说你自己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其他的诉求，啊，我们电话随时畅通的。好。对。我们把这个事情早一点解决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娘，真的娘。刚开始住在农户家里的时候，我也是非常的不适应，周边也没有可以讲话的小伙伴，我只能晚上打开窗户看看星空，听听虫鸣。这是我们的便民联系服务卡，上面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。几年的巡查工作打磨掉了我的学生气和稚嫩气，渐渐我就习惯了脚上沾满泥土的日子。